你要欢迎光临维氏干洗店啊，不一定洗得干净，爱洗不洗。直接老刷钱啊？怕拿去自己洗，刺手都不洗啊，白色的也不洗，容易变浅染色的都不洗啊。你把袜子给我，三天后来取啊。那明天就能取了？我明天不想上班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投诉，这羊毛衫都洗缩水了，根本穿不上。我们店里有穿，自己胖的不要怪店。我这少扣子了，肯定卡你洗衣机里了。还有这事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建议您付一下380的机器维修费。先生。哎，先生，您醒了，还好还好，咱们店里的抢救费用是2300，现金还是刷卡？